上的，把我两副吊身上，对他打的时候才上啊。应该打的时候才上。不是这个真的吧？阿九，这个本来不是卖药，有啊，有啊，就大的，不是。
有一天还让我们做爆补，不是啊，不是的，球补，不是冬至做灰灰雷的，灰雷啊，他老婆以前是不是卖衣服一家那个？李丹，以前是啊，对啊，就现在跟一个以前赚越南的一家卖衣服，我也一家那个。秋木中还是秋冬冬冬冬啊？当然不是。秋冬。快，我们一出来就把车子搞。再不要放留言。你怎么样？啊？我讲的是秋木西啦。对呀。